你昨暗嘛，礼拜要大的时阵，听伊讲跳电，啊你。是咪？跳电呢、啊？啊，你卡在电梯内底有错？没啦，迄个小寡代志啦。迄当阵呢吼，拄你咯是电话过失去，啊拄拄原来也唔是半上路的咧，对不对？也过电梯也过低的嘛，也袂爬去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你落去电失去啊，怎吼？啊，所以就念嘛，啊，都等小小等者，啊，电落来啊，来都爬去，免惊，免惊，迄个半上路的，啊，无停电吼，停迄个失去吼，唔知要安怎，我是唔知啊，唔知落落来未？还是吼，还是调转来半上路的，调了下，半的经营啊，调了下啦，你刚难调，无都调转来吼，不过。这款呢，小寡代志呢，啊，以前八度个，哎，度是八度，我甲你讲八度，这款的经营哦，过去有迄个经验，呢，没有怎么样，还都，你有信心就好，信心。总统啊，你顶届来云林啊，拄着风台，啊，这届都拄着风台，啊，伊安怎？啊，这届啊，今日。照迄、那个所在呢，拢宣布迄个嘛，即、這个风台要来，拢休困啦，对不对？啊，不休困，你都无人伫个，你要去倒位？啊，倒去当阵倒，啊，无半上落去倒，开始转去啊，对不对？即次呢，无访问什么真无个，拢是民间啊，对不对？拢是民间啊，即马要来看是即个金鱼吼，迄个台下鱼的迄个金鱼的饲的吼，啊，可能原来去卖了吼，看饲底下农民啦，啊，民间呢，无啥物讲，今仔日落雨啦，休假啦，无办公啦，拢无迄落代志嘛吼，无啊，多代志咱就介绍嘛，哦，照安尼，哦，计划吼，丰富啦。去调查，讲我即摆若要去荷兰比赛，进前的三个月，荷兰人啊有
斯特丹的啦，啥物哈，倒位的，伊点倒一只鱼仔较济，啊，我着带迄种鱼仔去比赛。啊，所以我变歹，若去比赛，我拢规定我拢生意上好。这问题是要卖的时是安尼推销的，但是你要培养吼，要饲的时的问题就来了，对不对？欢笑欢笑，欢笑的时，你哦红的啦，乌的啦，各种的，啊，你有为了这样特别的安尼来欢笑。有，我有专门栽培的精灵，啊，精灵我家己有，啊，我嘛。有人咧专门咧做这，但我拢家己做，我做一条龙嘛，就是为蒸鱼、生卵、还鱼仔囝、栽培大只、选种，还佫出去，嘿，还佫水，还佫留，还佫做种，嘿，我着安尼拢讲算，为生产加家己卖出去，佫家己做种，安尼拢总一条龙，一条龙，嘿，一条龙。饲料是安对啦。饲料，我着找迄个饲料工厂吼，我配方予伊，叫伊家鸟啊配方做好嘛。哦，嘿，哦，不是用诶比赛来饲只，无啊，即摆拢无啊，迄是金鱼啊，无过鱼啊时阵，啊，即摆专门饲金鱼了吼，就我伫低调内底，即摆拢做外销咧隔离厂，若要出口，伊啊拢摕咧遐去，所以阮规定，我即摆拢搞了金鱼尔。我用这比赛啊，啊，比赛来饲，拢无啊，即摆拢饲了。较早是乌来啊，嘿，对啊，来就安尼。顶头饲你，哦，下骹饲啊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啊，比赛互阿吃，阿即摆放下赛，我靠，下吃。啊，迄当时拢十分呢，拢安尼，没有过，哎，拢安尼。三定的这定定的啦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台湾，对对对，你看咱过去，十岁哦。啊！你只话即摆拢完全是用我家己自己的饲料，家己自己的饲料，饲料无啊，都无咧养啊。即摆咱是种的，专门。